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有一个足疑惑的物件，要甲同学问一下。之前有拍那个卡西提的那个鱼眼头灯哦，很多同学都说哦，嘿，那个东西是好用，但是如果能那个近远灯同时亮，不知道有多好。我嘛是在想讲，吼、哦，要甲离那边那个盖回近远灯能动哦，但是我觉得很麻烦呢。哎呦！手怎啊摸到一阿物件？这个是什么烧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哎呦，工人难搞，工桂林，桂林搞来卡西提有限公司，白同学第二教室说，到底是寄了什么烧？我们一起来开箱。废话不多说，一起开箱去哦。行，来一样开箱宝刀。所以哦，白同学刚刚在开这个东西哦，就觉得说有一种。又紧张，期待又怕被受伤，那个感觉，你知？因为开开结果内底足侪钞票，也是我的经纪合约书，安尼足尴尬。5432，进广告，来哦，看寄了什么烧哦，一样，这个东西我们要这样玩。啊啊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一个你地袂破，喜欢压这个东西的刷衣，我刚才说，来了，麦克功夫有了。哦，对啦，我有叫他说这个卡西提的衣服多寄几件啊 ，M 号的、L 号的，哦，对啊。我们来现在看 N 号的 ，N 号的可以让美模几走力穿。哎，应该是要请 S 的。我看你这衫现在走到真好看，你看，来，哇，车灯狂人哦，今天衫很白龙雪，穿个今天一模一样。哎，讲真嘞，要像白龙雪安尼开箱，安尼啊敬业，搁会穿公司的衫，要对吹啦，你毋知影？所以商业合作，请洽白龙雪的 IG 什么？若要商业合作，找白龙雪。然后，哦，一切白龙雪银幕的啥频道都是透明化 ，Understand？ 你也无讲清楚哦，有的人在那边嘴哦，我们是觉得会非常痛苦。来。一刚刚讲了，他寄了十组要给我了，哦，十组我们就这样子，哦，快转的拿下来。十组的概念是什么？你们知？以后有来白同学这边拍影片的，就赶快赏你。这一粒偌济钱？你们知？你家去眼光望看就好。好了，其他干话不讲了，直接来切入重点。他这个产品哦，名字叫做车用近那个远近。一体式的鱼眼头灯，伊个产品特性，我讲啦，即个物件，我家感觉含咱所想的拢同款。我咧想讲吼，片头想哦，近远灯能同时亮。以前我那个 H4的大灯车子，我拢过去改，变一半，离个两边中开，你知道？我都想讲有没有那种产品可以出现？他们真的研发出来了，近远灯同时亮，敢若赞尔，来继续。那是我咧想的，唔知真正假的哦，就大概这样子。来，哎丢呢，应该是安尼说啊，伊个水平，它就是水平上下左右，它都可以调整哦。即个产品特性，啊，伊这产品效果，伊是叫我拍，但是我阿姐唔知，你要等我拍出来，民国几年啊？好，不要紧。他们官网也有拍啦，但是我这个找时间吼、哦，有送同学们再自己来安装一下，开开。我今天吼，因为这间的灯具，他有跟我赞助。我讲今天伊真正用起来，那个质感真的是有差。但是我看伊，伊来，我先大概看一下哦、喔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开开，咱先来看，因为鱼眼一般很多同学，这到底真的记得那零零奇怪。来，鱼眼很多同学，他 H4， 我们这个 H4 这个部分，它是规格是统一规格嘛。然后前面这个爬头哦，这个爬头让他看它前面那个爬头到底是多宽。你有那些你那个灯具你要放进去的时候，那个爬头你要注意嘛，对不对？来，知道爬头是什么？刷爬头。后来，爬头是34.59啦，差不多等于那个啥，35mm 啦，就是3.5公分啦。所以，然后它的爬头长度哦。就因为有的灯具镜去弄到，我们来看一下爬头，大概68左右吼。因为这个爬行看的视觉上也稍微有误差，我们大概抓68哦，比较保险哦。这个是它的那个爬头的长度。
包装里面都有一个保固的条码，这个你们再自己记起来，公分的、啊。所以你那个灯具，你要从那个灯具干进去的时候，前面那个洞一定要比爬头再大一点点。所以你个钮应该是还好，但是有的比较低调的车哦，它前面这个H4 的部分，这个是黑的啥扛起变多，但是前面都会比较小，所以这个你们要注意一下。啊，整颗特写我们先看一下，伊内底有无全部拢种黑的啥 ，blue aluminum 来做阳极处理的，所以散热来讲是觉得还不错。然后伊这个伊敢那钻落，我敢讲伊敢来当调，我想研究看这到底是变哪调，伊有一个基准线嘛。我看你调了真好调呢，啊对。对啦，来仔细看哦，仔细看哦。好，比如说你灯座已经固定住了嘛，然后你在那个啥，你在调整那个鱼眼的时候，它这个部分，哎，你就可以这样调光，我们来调，哎，这样安尼收哦。啊，你若讲要上下要调哦，它这边它是附上这三颗，它可以锁上去，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。我讲今天用这看屏，这我真真巧呢。啊，但是我感觉这螺丝也无唔知足麻烦的哦，所以这个要拆很注意。那我们先好三颗放好好了。欸，这啊，我知啊，欸，这个零件很好，这个可以当那个136那个啥，伊的点火那个点火底座，它可以锁呢，这种螺丝呢，哦，这赞哦。哇，我知啊。哇、啊、这个六角它就干进去，就这样子。啊，那个齁、哦、它头灯它是固定锁进去，你勾住嘛。但是它这三个是最主要要让你调鱼眼嘛。你可以这样，比如说你这样锁进去齁、哦、那个时候嘞。它可以调整齁、哦、高低左右移动的这样调。齁、哦、啊这个安装不了，不要再拍片了，你看好啊。你先给它给我，你比如说你干进去锁住的时候，你要你灯具已经调到最高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回较悬呢？你不要较低哦。哦，灯具已经比如调低，你就这样装进去，它是不是有个面？装进去之后，你撸头前有无？啊，这撸翘，撸头前也撸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讲撸下卡，撸下卡的时候就撸水了。这个下面这两根锁上去，以此类推，它就可以调这样子哦。以这样来看，它就可以调这样上下嘛。哦，左右啊，然后。哇，伊这个你看，它有个基准点是在下面嘛，所以它照出去，伊这是一个平面，哦，平面它是这样一个拱形的。我记得那是那个啥长方形的那种灯形，然后你这样转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这样，哦，你这么固定灯座哦，你就可以这样调，我就搁转到暗了，安尼还好，可别黑白晃动。我讲伊这个研究这真真巧，哇，你就可以这样转，啊，然后这样转的时候，你灯座固定好之后。你内底这是咪就当洗啊，有无？真赞哦，哦，然后三颗都锁上去，这个就可以调整了。呵，快转瞬间三颗都锁上了哦，接着是一十二，上下左右水平可调，而且最新设计，然后最基本的 H 4的那个大灯接头，它就这样把它延后到外面，插头就这样直上干进去就好了哦，大概就这样子，然后。它那个产品特性哦，在这边它有分那个一般黄光，黄光就是接近4300K 啦，然后就是一般白光哦，就大概两种款式。然后同学一定会问到说啊，这个东西装上去的话验车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因为目前的法规哦一直在变，然后很多玩车会去争取这个部分，就是你们购买的时候你们自己去斟酌哦，你看台湾目前法规它是怎么动哦，因为我们这个影片拍起来长长久久哦，我们就是大概分享一些重点给同学，重点啦，好康的嘛，啊好康的唔就紧传出来，抽奖关键字16个字，仔细看哦，白同学开箱，你莫敢讲敢废片尔，我拢是丰富你哦，来直接看重点哦，迄个啥？我爱卡西提近远同亮加强版鱼眼大灯哦，这16个字啊，然后会抽出幸运的5位同学，然后也产品特性比较哦，这个是改装版，也让近远灯同时亮嘛，然后它的宽幅就是它的
鱼眼打出去，顶一台你也看，我一感觉油较散啦，范围不够广嘛，伊是讲有小可加快啦，哦，然后迄个啥亮度嘛提升，啊，佫有方便调整，它就是可以调整，哦，高低哦，左右，啊，佮安尼水平旋转安尼，啊，至于讲真的，现在法规到底怎么变？我嘛唔知，但是你们就是记得要改装之前，恁家己迄个啥去衡量。啊，咱今仔讲真诶，先赏则讲啦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先抽五组，简单讲，时间我们定在这个礼拜六，吼、哦，10月17号晚上6点之前，你只要看这个影片，这个影片荧幕下方，哦，即时留言不是哦，就是在影片下方你留下这。关键字16个字，我们即将会在礼拜六或礼拜日晚上抽出5位幸运的黑人厂同学，你们再直接跟他们官网，你截图说哦，你有抽中了，这一周偌济，你改官网看，你会知白同学对你有好哦，一届5周，刚刚讲嘛是对白同学这边哦处理的，你知影意思无啦？哎呀，因为我可以拿去卖，为什么不要卖？我就是要让同学们看我的节目。我自肥，你们也能自肥，我们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。好，大家就这样啊，因为现在的话，哦，它是白天啦、啊，白天我要测试这个灯型也不太 OK 啦。我想说，就是可能抓比较黄昏或晚上，或者是我在我家地下室大概测试给你们看看这个光型到底好不好。哦，啊，重点抽奖的时候，那5个同学，你若有抽到来讲我。东西是由卡西提他们官网直接寄送给你们的。然后你也讲有的班单抽的，啊是你感觉讲啊抽无到足沮丧的，你若有心要购买哦，卡西提官网你上网直接点选，他们就有官网，或是在虾子的皮那边全系列产品，他那边都介绍的非常清楚。啊，白同学自己讲一家我自肥嘛，商业合作嘛，然后我自肥，观众也能自肥，然后厂商的东西能曝光，还是白同学。三赢局面啊，还有可以这样养家糊口、哦、啊，希望跟白同学支持一下啊。你想讲有给他支持的厂商，白同学多谢你哦。啊，你们如果要购买 LED 的东西哦，你可以参考看看、哦。来，我们有实验精神，我们把这个爬头先接上车，我们直接这样来照一下它的光型哦。今晚用过就期待哦，来要开灯了哦。1、2、3，近灯哦，这是它近灯的部分，然后远灯哦，你看哦，可以同时亮呢，真赞哦！这同时亮的时候，什么概念？你们怎样？来，我们那个门打开，把它射进去，好，打开了，来，一样哦，这近灯嘛，横灯、近灯，哇，这用起来应该真光哦，因为它这个。距离太短嘛，我现在距离太短在拍，我后来再找那个安装影片分享给同学，我看这回熊机更呢，哦，然后他在调整是怎么调的，来看一下，来你看哦，这边的特写，哦，你这个换了有无？你是不是已经固定在车上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固定在车上，你可以这样转，哇、哦，它可以转这个光型，哎，对啥？左右的。这个上面旋转呐、啊，哎，它可以旋转，哦，这个设计很好。你敢不讲人家下垂会为顶着为做壁雕，壁雕它会歪歪歪，然后这三颗你就可以微调嘛，上下左右，所以模拟一下你就可以这样，哎，这个往前推，那就是往后嘛，左右这样子，哦，跟它站了、哦。啊，同学，那这个简易的哈、哦，先测试这个亮度给同学们看。后续的安装影片，我再安排时间吼，刚好有那个题材，我们再来拍分享给同学。节目就记得呢，订阅白同学第二教室啊。如果要购买的、要参考的，再自己到他们的官网上去了解一下。谢谢啦。